哇，连这一组连麦都不一样，好，是不是很特别？非常专业哦。来，思嘉跟大家问候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嘉，今天带着妈妈一起，因为刚娇哥说地方妈妈思嘉，我吓一跳。对了，我说错了，是思嘉跟地方妈妈。对，我妈是新店地方妈妈。啊，欢迎妈妈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嘉妈妈布兰妮。哎，布兰妮，布兰妮。是是是，不然你的衣服是跟钟瑶借的吗？啊，感觉好像同一套，换一下就上来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活泼的，但是你有看过这么搞怪的死士吗？我喜欢这。真的吗？介绍一下，嘿。我第一次这个戏看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奇怪，哎，他在戏里面他会转头来跟我们观众对对话，超越空间跟观众交流，奇怪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过，非常难得，因为我妈看电影，她也会转头跟我交流，哦、所以她看死尸，她觉得她真的跟我好像哦，吓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觉得她应该是很忙着耍帅，然后拯救世界，然后。打击犯罪，还有时间可以聊天，对，然后让我们很贴切，很开心。然后他会自嘲啊，对，自嘲，然后取悦我们大家，让我们感觉说，哎，好贴切，好喜欢哦。没错，这跟一般的英雄都不一样，而且他这次呢，嘴炮的对象已经又上一层楼了。哇，他现在连这个帮他出钱的福斯电影公司他都敢呛，对，他连自己的老板，对，自己的老板都没在怕。连他老婆也没放过、啊、对，现实世界的女友他也可以呛，真的是无所不呛的英雄啊！有种你来呛威风广场啊！说两句嘛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，吓我一跳。哦，举的是 number one。哎呦，死士很会做人哦，冤有头债有主。不过妈妈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你跟女儿一起来参加微风之夜，是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想到带妈妈一起来？因为其实死士他这一次他一直打包到说是家庭电，对，我想说第一集就这么限制，对呀、啊，这么一集妈妈真的可以看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而且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，对，带我妈出来见见世面，老人家要多出来走动，她才不会拔。哎，你这样讲是好话吗？是好话，而且他笑笑，开心，长命百岁，很好、啊。这有道理啊！我们这个布兰妮呢，老实说不解释的话，还以为是姐妹档。真的，你们觉得真的是吗？我们就像姐妹一样。对呀、啊。来点掌声吧！好好，来点掌声，来点掌，像不像姐姐？一点都不像妈妈啦哦，谢谢妈妈哈、哦。不过真的很开心你来到这里，今天来到这里准备有要买什么给自己犒赏一下，母亲节要到，我就带着这个提款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讲得非常的直白，非常的好。就是我本人。犀利，好。不过两位的风格啊，我发现你们的穿搭好像也跟死士有一点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用心。哎，我们今天搭配的这个品牌雅姿 Booty， 它就是一个嘴唇，死士就是出一张嘴。对呀、啊，嘴炮王。你看，多搭配它，红黑，想要跟它搭配一下，跟死士的颜色也很搭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特别哦。今天我们微风之夜呢，16年来第一次，竟然是有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地方妈妈，好，再加上漂亮女儿一起来到这个舞台上。好，谢谢三位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死士交给你了，要怎么搞怪怎么拍。好，麦克风啊，拿好了，这个麦克风太特别了。是的，全球注目的死侍二，台湾首映，5月15号下午3点起，抢先全世界，赶快去买预售票，记得来微风广场看电影哦，又可以吃东西，又可以顺便 shopping。我们的电影院呢，环境也非常的好，停车也方便，看电影又可以折抵，请大家多多的光临微风广场。好，拿来左边。哇，这张照片太诡异了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右边来一下，右边。妈妈，你好像很享受被他抱的感觉哦，很有男人味，对不对？很有安全感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再回到中间，再回到中间。好，哇，左拥右抱哎，死士你太幸福了，也非常谢谢穿了红黑颜色的死士颜色的母女党。布兰妮、王思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谢，赶快进场来提款机，赶快去 shopping， 犒赏一下妈妈。好，来来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谢谢。哎哎哎，哎，死士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